大家好，我是姚威，这次来打火神伊格利特。这次是觉醒期，所以我已经通关过了啦，所以说要打给大家看，所以还是打的。好，首先我的阵容是这样子的，王图剑圣，阿萨我压跟玛丽，首先要上超火抗以及那个降攻 debuff， 加上超火抗，全军解伤，然后基本上我的玛丽一定会麻痹啦，有几率会麻痹啦，所以很危险啦，马上把它 拉起来，做个几大幅免疫的状态，其实这边可以做圣光爆裂破，玛丽就是超火抗，然后点一下弱化，加上我，因为我剑圣没有双刀流啦，所以会比较烂一点，所以只能用好友的多打那一点伤害，不过有劝到还是会痛啦，好，我的阿萨姆麻痹了，这是50%的几率啦，所以说我还可以打。看一下那个，降攻击 buff 不见了。这种时候可以，我们就可以做挑衅的动作，会比较安全。然后英雄之歌继续给他唱下去。然后记得数字到一的时候，一定要丢 debuff， 一定要丢。啊，如果有降防的话，打更快啦。所以有时候打太痛的话，它也会有点反制，所以说要小心一点。像因为我的火抗还有一回合，就是要赌我玛丽会不会死而已啦。这边其实它有很好的解法，就是我这边还是有超火抗可以丢啦。那个是全抗火，不过我还是要加 buff， 因为有没有 buff 真的有差，至少我的防会再提升回来，然后这回合要听这样的降攻了，因为我的抵抗还在，只剩因为刚刚调戏了嘛，受到重伤了，来解伤，我的玛丽活下来了，很好，等一下就是可以把它解麻痹，来解麻痹，好，加不是超火抗，其实这回合会打很痛啊，所以说下降能力不见了，然后我们再上一个全面防护，
重点是我的王土，我的王土会没魔，所以要小心。嗯，现在有点要控血，哦，玛丽趴了，嗯。好的，还趴了没关系啊，欸，我们还是有复活可以把它救起来，然后加补血。全打，英雄之歌，圣光爆裂破。哦，好痛！阿萨姆坑了，嗯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是要先治愈一下，然后补一下超我抗。大部分就算了，反正重点是超火杠非常重要，只是打比较激进的打法啦。这回合，这边可以做圣光。对啊，至少10%掉啦，啊，还是可以的，嗯，这边就很危险了，到底要不要把它拉上来？基本上这个血不够了，不能直接拉上来，而且还要做 debuff，嗯，好，做 debuff 的动作，嗯，然后要双补血，嗯，不然会倒。其实玛丽可以刚刚可以上复活了，嗯，用凤凰羽毛帮忙拉一下。因为有火抗真的这关变得比较好打，然后加上如果全军麻痹无效更好打，嗯，然后一只一只拉回来，嗯，好的，他不见了，所以这回合很危险，嗯，要挡吗？其实可以全军放减伤了，但是我怕我的拉伤不会喷。喷了就算了，算了。来西摩，嗯，来攻还在，好 ，OK， 双吸，双吸，嗯，好的。很好很好很好，这个结局不错，这个结局不错，来我们再把它拉起来。英雄之歌，守护者。其实这边看你要不要开反射啦，其实基本上是不用到反射，只要超火胖还在都好打。来弱化。好，我们有魔了吗？看一下对方的 debuff， 还有一回合，可以，我们可以做圣光。
这状态很好。因为其实要球更稳的话，就是最好都火抗到100，全军撑到100，也就不用放超火抗，但是目前是没办法的。然后debuff，法力超火抗。因为火抗够高，根本就不用怕他了。哇，这一段反击打了不少血，虽然是没什么在抓痒啊，不过还是慢慢敲，把它敲到非常的惨。上个前面防御，降攻还有两回合，至少可以撑住啦。不过我觉得这回合应该王就撑不下去了。好喽，哎呦，没死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看够高，不过又有人麻痹了。没意外就这回合收他，就这回合就可以收到他了。我们一样就是英雄之歌。然后把该上的上一上，就是避免如果你打不死的话，其实这边可以做水城救了啦，我们打保守一点啦，就是我们就是以保守都不能再保守，好，我们再放个守护者。就是稳中之稳，求稳。今天我输出没有倒啊，这回合就是最高攻击力了，因为我的降攻 debuff 被抵消了，所以说这回合攻击力是很高的。好，还在打，还在打，会不会打死啊？来，我们看一下成就，成就就是水三次魔法。这个回合就是可以做三次魔法。魔法的话，我已经补很多血了啦，所以说基本上是可以的。然后再丢一发水打他就行了。英雄之歌。那就随便一发水打他就行了。好，不过我们做个华丽一点的，我们就使用极限技。在14回合内收掉他啦，虽然打蛮久的啦，算是比较偏魔的队伍，不过还是可以给大家是吗？这个活动过了一个礼拜才打赢啦，基本上没有装备就是只能融出一定的装备再来打。装备部分就还好，真的是很没有装备啊，就是有多的就换这一把了，圣属性的，因为大家都拿圣属性，我要做一稀券，我逼我就是连我自己都要换啊，所以说我有去换了一把圣剑，然后加一些种族杀，跟攻击力跟血量的部分，然后
亚修特拉就部分就是穿他的那个活动的装备，对，然后加上最主要的就是要有麻痹无效，宝石指环非常的重要。然后玛丽的部分就是那个超火抗，真的是超火抗。然后大其他如果有各种属性的话，就是可以上那个全心全意，这个都非常的强。然后我们的坦克，火耐性50，那装备的是烈焰之盾，然后全部都是撑防撑到最高，然后给他装备了王者戒，王子戒指，增加闪避啦，增加闪避。这样子的话，至少有 30% 的闪啊，技能就是他的存活率会比较高，然后这个就是英雄之歌，然后主要还是有因为怕我的玛丽喷了，所以他自己会带一个全抗火，是，差不多就是这样，介绍到这样子。当然啦，就是有难度的啦，但是还是可以通关啦，基本上你只要融到一定的装备，还是可以打的。然后主要这次活动要打的分数非常的高，基本上我花了多久的时间？算一个礼拜啦，我一个礼拜就可以打到这样子了啦，所以说后面的超信梦鼓励就是超级信赖，高级信赖梦鼓励10%是一定可以拿得到的，那名气非常的低，因为我刷不赢。觉醒级太多级，觉醒级我必须要有很高攻的打剑圣了，至少要900以上，要900，像一些200、300的啊，像那个947就是可以打的，可以要拍他上去再继续打。好，大概配置是这样子啊。好，感谢大家这次收看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